自信，改变自他爱人的同一时间。主要讲述的是一个梦想之为了暗杀汪精卫尾生子的汉奸易先生，潜入到他身边做情人的故事。多年前日本军队入侵中国，在上海读书的王家之不得不逃到当时被英国占领的中国香港避难。他对人群中的邝玉民一见钟情，但从没对任何人说过。邝玉民是一个爱国青年，邀请王家之加入岭南大学的话剧社，一起演出爱国剧，惊醒睡梦中的中国人。演出的时候，王家之演得特别投入，赢得了全场观众的共鸣。酒后，邝玉民也对王家之表现出一些好感。不久后，邝玉民得到一个情报，他的同乡老曹是易先生的副官，而这个易先生就是汪精卫手下干特务的高官。他们觉得这是个救火的机会，准备合伙刺杀易先生。王家之之外的同学都表示要参与这个计划。邝玉民看他有些犹豫，就说自己不想为难大家。王家之听完后决定和他们合作。他们租了房子和车，扮演耐心夫妇和易太太的职位。几个同学生色的演技使他们很快就暴露，只有王家之饰演的麦太太有点像样。易太太并没有拆穿这帮大学生，而是很自然的和王家之靠近。易先生非常谨慎，总是带着保镖和司机，所以他们只好让王家之继续演下去，直到结尾。八字算命术，雅称八字命理，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术。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理21年的道长，擅长八字算命，居家风水布局，灵符法师。道长微信：2088-2688。我弄来了两把枪，但练了一个月还是不行。王家之常常去陪易太太打麻将，易先生对王家之非常好，甚至会在麻将桌上给他喂牌。王家之约易先生出来做衣服，顺便吃饭。谨慎的易先生立刻察觉了王家之的失误，看出他不怀好意。王家之约他去看电影，于是做刺杀的机会，而易先生完全不上当，说他从来不去黑暗的地方。易先生假装没看穿他，并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如果事情发展下去，王家之很可能会变成他的情妇。然而王家之没有任何性经验，很可能会因此伤疤。几个同事商量了之后，发现只有一个男同学有性经验，准备让他再和王家之恋爱。而在一旁的邝玉民只是默默看着。王家之很不愉快，但最后还是和一个他不喜欢的女人上床。然而经过几次练习之后，易太太突然反问他说：“他没有办法上床。”直到王家之最终的妥协，变得毫无意义。当他们收拾行李准备走时，老曹来到他的宿舍，揭穿了他们的面目。他们见势不对，合伙了离婚。3年后，王家之回到上海复学，此时的上海已经被汪精卫围住和占领，百姓民不聊生。这时候，加入同性特务组织的邝玉民在酒厂遇到了王家之。现在易先生已经是汪精卫特务机关的人，邝玉民希望他可以带领其他小孩协助刺杀易先生。王家之同意进来，又通过邝玉民的上司老吴，直接到了现在分裂的秘密组织。老吴给了他一枚毒药，以便悄悄暴露走了回杀。王家之发现麦太太后，很快就脱离了易家，并和易太太保持良好关系，接触很难。一个雨天，王家之要出去看电影，易先生让自己的司机送上去，那不是为了把他送到家里，而是送到了一个满是灰尘的房间。这次有些奇怪，易先生把他推到墙上，脱下了他的衣服，摸遍了他全身上下，并顺便用皮带把他绑起来，然后从背后与他发生了关系。几天后，一个仆人告诉王家之，易先生去南京出差了。王家之等着收拾行李走开，易先生却突然回来了。怒气太深的王家之对他说：“我无时无刻不在恨你，恨你一生不能久等。”易先生说：“我相信，我已经很久不相信任何人。我现在回来了，你还恨吗？”然后他们在房间里发生了多次关系。内心矛盾的王家之和邝玉民在电影院接头。最近几天，重庆特务组织的几个窝点都被易先生端掉了。王家之请求他们快一点行动，他已经快撑不住了。其实老吴和易先生之间有血海深仇，但他为了组织利益一直按兵不动。而王家之渐渐对易先生产生了感情，易先生也渐渐放松了对他的警备，关系也发生得更加频繁。后来易先生给了他一封信，让他交给一个老外。然而王家之把信提交给上级，却发现里面只有易先生的名片，并没有什么重要内容。一直心怀歉意的邝玉民冷了王家之，
但玩家是推开了他，并质问：“三年前也可以，为什么不？”邝玉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玩家只把那封信交给了那个老外，老外马上拿出几个宝石来握手。原来是李先生作为他定制的一枚戒指。戒指制作完成后，玩家是用方言打电话给邝玉明说了案情，又和易先生一起坐车去珠宝店取戒指。珠宝店里里外外站了一个小时的工作人员，很可能都是客人。王家驹拿到钻石戒指，问易先生喜不喜欢。易先生说：“我对钻石不感兴趣，我只想看它戴在你手上。”王家驹戴上戒指后，又有一些犹豫，想摘下来。他说：“这戒指太过贵了。”易先生握住了他的手，深情地看着他，让他安心。王家驹百感交集，终于内心积压的情感战胜了理智，开口让易先生快走。易先生马上反应过来，以为要杀他，赶紧冲出珠宝店，乘车逃走。后来，张秘书向易先生报告，王家驹一伙六个特务已经被抓到了，并把那枚钻石戒指还给易先生。但易先生还在泪说：“那不是我。”当晚，因为易先生的身体鲜明，王家驹等人被枪毙。易先生在重新接待过王家驹的客房中，就后悔。李安的《色戒》曾经获得一系列第64届鲁鲁电影节的金狮奖，这也是个入场金额的一例。不同其他导演，可能要么挑剧本，要么写节目稳定。编剧出身的李安导演，很了解好的故事应该包含哪些，而且每部作品都有相当的品质，可以说既高产又高质量，让人非常敬佩。《色戒》的故事其实非常有特点，故事的最表面是一个暗杀的故事，在后面的那层是一个感情的故事。但其实李安巧手推荐，早有其他人的线索埋藏在故事中间，让这个故事有更后面的感情线。比如易先生烧文件，比如王家驹杯子上的口红没有被擦掉，比如这一次易先生接近王家驹时候反常的情况，比如最后每一个易先生的秘密，各种对白都在暗示之后面，其实有更多的第三层故事，这些观众才会有信心。而这种故意给你线索，并讲出多层故事的技巧，在上面看也是容易进去。此外，李安导演创作三种情节的方法也很多，比如第一次磨了一红肉包和老先生，因为握力不足而被刀割伤的事，这种极致的细节真的是一般编剧所想不到的，也表现不出来的。而这种极尽的真实，也是李安的镜头张力的来源之一。总的来说，李安的电影信息量极大，反复观看特别有趣的，几乎找不到缺点。不过，李安的手法特别愚昧，所以大开大合的那种浪漫就稍微少了。对于大众观影口味来说，商业性可能会略差一点。我叫沐雨水星，欢迎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，第一时间分享一本正经的影评、专业的做法分析和不一样的轻松脱口秀。